本署与西林署员警于日前执行如何巡逻勤务，巡经凤林镇林荣邮局前，见有一名90岁郭姓老翁向巡逻车招手，员警随即下车询问，老翁神情慌张，表示刚从客运林荣站下车后，想起遗落一袋，混沌在公车上。由于公车刚离开林荣站，希望警方可以前去帮忙寻回。员警随即沿着公车路线至新丰坪大桥北端，发现公车后及时拦停。司机表示，行经林荣站时是有一老翁下车，司机陪同员警在车上找寻后，发现老翁遗落之物品，员警随即将物品送回老翁家。这个是你的哈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没事，没了。好人好事，谢谢大哥，不要，这应该的，因为阿伯年纪。